欢迎加入女神抱抱的行列。今天只要是消息来源正确，就算是火星文，我也会去把一个火星人抓过来，叫他给我翻译。情敌也是敌人的一种，你解决了他事业上的危机，你的爱情不会有。你难道就有自信周星你的心一定属于你？哇，人不会只天诛地灭，你又不是宗教领袖，做人不可以每天都发那个圣光吗？最终目标歼灭敌人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独家保镖。